终于还到了，刷新！妹妹开始乱讲，聊来人，星星，叫什么大药啊？爸爸妈妈的，星星的指挥，哎呀！报告班长，死老百姓搞什么东西？现在头疼得不得了啊！今天记者们传真，操课，报告班长，星星拉动队，六等福利生，报告连长，叫我回来。班长现在能喝口水，喝水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？报告班长，大不心太大，居然留在营区，没有水，棉花塞假耳朵。那今天先进行第一项任务，寻找台湾高山最美丽、最好喝的泉水。知不知道？巨人除了生孩子，什么事都办得到。给你福利当福气，搞什么东西？知不知道？当放松，给你脸，你不要脸。首先要不进行解散，首先。睡到啊！成熟独立的大男人，到了这里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。离开这里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。注意带单兵攻击教材小板凳，带钢盔步枪不用上刺刀，在 S 腰带打绑腿，不戴防毒面具，受洗以后开始动作，杀洗。提枪，提子快跑前进，卧倒，出枪快，转枪慢，观察敌情，然后迅速后退。三分钟后，洗澡完毕，充装正气，与你集合。报告班长，我的内裤大师姐，见棒见到好不好？胡闹，合理的要去实训练，不合理的要去试磨练。混。